老师，我不会。咋的了？我的作业都是林天骄帮我写的。老师，因为他喜欢我呀。没有。每个父母都会对自己的小孩说：“你瞧瞧别人家的孩子。”你们两个这次考试加起来还没有林天骄一个人考得高。我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。呀，请说。隔壁班最帅的给你。平常不努力，考试想作弊，这科成绩被取消了。哪个班的？站住！我就是看见你这种人，我就不舒服。哦，大家听好了，我喜欢林天骄。你看看你的样子，我会喜欢你。欧小阳，从现在起就是我男朋友了。哦，饭前喝点酸奶，对身体好。男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，你对他温柔一点，他就不找你麻烦了。你以后能不能靠谱点，整天惹是生非的。妈，你给我，你干嘛呀？妈，你要是再敢跟那个小混混混在一块儿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这么喜欢天文，为什么要考金融啊？人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，有些事儿连试试的勇气都没有。必须给我认真反省！不认错别见了，给我回家！只知道搂搂抱抱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妈，他不是混混，是我朋友。在学校里只有同学，没有朋友。我不想像你一样过一个虚伪的人生。我没有你们那么远大的理想，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，能好好的过日子。林天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希望你会开心。张飞，老师，我想飞。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吧。谁的青春不迷茫？其实我们都一样。高翔，你听得见吗？谢谢你所有的事儿。